月月好棒哦，你最棒了，月月，好好上班，我们宝，可以等一下吗？等我一下，先等等，先等等，我吃一个默默粉。我打不开，哎，可以了。谢谢雨南的挚友包包。哦，我这个打开了。我跟你讲，我差一点点迟到。我想说不行，我要来开播了，因为我还没吃那个早上的保健食品。三包红包的威力也太大了吧？没有，是今天真的有事啊，只是今天真的有事，只是有没有在11:00开播这件事情而已。你知道吗？当有人说啊他做不到啦的时候，莫名的，你知道吗？金牛座胜负欲就会出现，就是说，你说我做不到是不是？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得到。讲话喽。抢红包咯。好了算了，我还是播到两边好了。我这刘海真的太长了，一直戳到眼睛。先请竹妈帮我剪一下。谢谢红包准时仔。谢谢切尔登。我第一次输了 QQ。可以遮一点我的发线。可爱可爱可爱 ，Dominic， 谢谢浩浩的相遇，恭喜浩浩 ，Hello 559，还好没堵。对啊，因为当越多人说我不可以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很想要来给他试试看啦。谢谢吉米州的守护灵，竹妈不是要看病吗？对，所以我今天会比较早关掉。对，只要竹妈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关掉。我读你以后什么也不会准时，这有可能。竹竹午安，在开会来偷签到。好的，没问题，你们先忙。Hello 小陈 ，Hello 薛宝 ，Hello 普龙公是什么 ？Hello Temple Nut 是吗？大家都说你不可以嫁给我，那是不是就是真的不能嫁给你了？哇 ！Hello， 一凡 ，Hello， 阿北，猪猪，哎，追风，不准讲这种不吉利的话。Hello， 大帅哥 ，Hello， 沉得住，不可以呢，真的不可以呢，这真的不行哎，我会哭哦，我真的会哭哦。好啊 ，QQ。好好笑，我的头发好塌哦，等一下我把它弄蓬一点。我觉得我最近下雨天哈，那不管哪一天，我的头发都是塌到像那个哦 ，My God， 真的是下雨天的头发真的是蛮塌的。晚安，猪猪，谢谢哲伟 ，Hello， 愚者丁丁。来啊，你准时一次，我就填你一张握手券。那不然就今天这样一张，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跟你讲，你填一张对不对？然后你把这张拿去公关，你就连飞都不用飞了，哇，省钱。可能最后一张了，要用吹风机吹头发。没有，真的，我吹完了就又塌了，好难过、哦。谢谢北极熊的相遇。哎，宝贝们，那你们等我一下下。你不是说越多人说你越会成功吗？你说哪一个部分？
大家等我一下，大家等我一下。哎呦，你的裤子差点掉下来。我的毛毛，回来了，我跟你们说，我才两天没有吃我的保健食品，我就又要开始长痘痘啦。越多人说不会，你越会相反的做，就算塌了还是如此的美丽。谢谢谢谢笑笑宝。什么哈哈哈？月月，你为什么笑我？你为什么笑我？哪一个部分？而且我觉得，我怎么觉得我才刚来完，我好像又要那个来了。啊！刚刚看到有啊，什么东西还好不是便秘？什么东西还好不是便秘？啊，你说我吗？有遮到吗？有吗？刚有遮到我的鼻孔吗？生痘儿这件事情早就习惯了，抓到不会吞药了。我就不会，我不会不这样子吞药欸。我一定要往后仰才会吞药，怎么办？然后我们今天不要用粉红色，今天用这个。Hello 戴戴 ，Hello WZI， 我帮你咬烂再给你吃，好恶哦！先不要，谢谢，先不要。这是什么 baby 吃法？你知道现在有新的科技了吗？有个东西叫做那个炖煮的那个机器，那个机器哈，它就可以帮我炖到烂烂的了，不用咬烂，不用咬烂。要遮。对啊，我头发，还是我今天来洗个头。哎，我也不太会吞药，每天吃还是有困难。对啊，我也是。Hello， 雨楠，我们要相信传统的方法。哎，但是我听说，就是如果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以前就是病毒比较没有那么凶残这样子，然后外公外婆在咬，然后给小朋友吃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的。我都不用水就可以吞药了，好强哦！公司又开新节目，主持人是你吗？那我们公司开新节目吗？哪一个？哪一个？我们来听一下 Nude 的，好好听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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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哦，社团哦，社团！我跟你们说。社团本来我要去了，结果因为不能剧烈运动，我就没有了。
Yappy 哦 ，sexy sexy 哦。怎么办？我好爱 mini 哦 ，mini 真的好可爱，好正哦。你现在只能当文青小公主了，对，我现在只有文青的才可以。你要去了，呸呸呸！什么意思？你的意思说我可以去了是吗？我可以去社团课了吗？我很想去啊，但是要我可以啊。哎、欸，什么东西 ？G I 的啊，原本还没想看。现在我说我没去就很想看了，是不是？嘟嘟嘟嘟，一切都是命，啪没了，什么东西啪没了 ？OK， 可以看了，好烦哦、喔！11月4号就播了，你不是爱其他吗？爱什么其他的？跟我抢 mini， 我喜欢 mini， 也喜欢舒华哦。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放心看。你没去我就看了，哎、hey,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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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llo 何师傅，我喜欢 Winter 哎、欸，我觉得 Winter 也很可爱 ，Winter 也蛮正的。但我觉得每一个所有应该说所有的公众人物都蛮辛苦的。哎、欸，我好喜欢他们黑色西装这一套哦！你们想不想看我穿黑色西装？哎、欸，东东超可爱的、啊，哎、欸，真的 ，Winter 真的很可爱。Hello 草莓酱 ，Hello 浩毅，渣，我只喜欢你，不好看，还好。啊，你说我吗？想对我东东干嘛？我本来就很喜欢 Winter 啊。我喜欢你，Not my style again 吗？东东，我的爱耶。好了，我最我的神推就是允儿，没有人能超越他，这是我从小爱到大的。明天晚上9点准时上线啊！我明天是9点吗？不是8点吗？我明天晚上是9点吗？我是写8点哎、欸，是吗？帮我看一下好不好？你去顾好你的洞洞啦，洞洞是谁？我神推啊，不是我神黑。谢谢自伟哥真情告白 ，Hello 大二小家，你写八就是9点的意思啊？你写八就是9我意思啊？9你意思哦？好好笑，9你意思。哎，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Han， 嘟噜噜噜噜嘟噜。你说11点就是11点半呐、啊，你要认为是脑洞也可以，你脖子后面的洞。你不要叫他洞洞，他没有了，不要。我真的好喜欢他们这首歌哎。说好青涩哦，有差吗？反正你说几点还不都是迟到半个小时？没有，笑啊，继续笑啊，心走了。我为什么心走了？等一下，哎呦，哎呦，真的是大家都会成长哎。
都发卷了，干嘛用大象啊？因为头发很，看一下哦。你有听丽姐姐跟诗雅的梦之后还没听耶、欸、还没听、啊、知道了，这样哎、欸、不行，好啊，这样看看，好，我们来听。竟然敢不听，如果是韩团前一阵子都在清查人数，什么叫做清查人数？呜呜呜呜呜，我们来听梦之河。呜呼呼，呜呼呼呼，呜呼呼。我打赌你梦之河花絮后半段还没看完，我对，我没有看到血流成河，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没有，后半段就不看了，对，我就大概知道大家的感觉，我已经知道，我懂了。Hello 大师早安 ，Hello 浪客五一一，头发打结了吗？重点都是后半段呢、欸，真的吗？哦，这样不行。应该说官方影片有哪些是他看完的？梦未来的果实 dance practice 版本。没有自己的，跳过没有啦。我也想也知道，有自己的影片才会看、喔、就是会看一下。因为说真的，其实我就是会看自己的表现的人。对，那就是我会看影片，就是因为为了要看自己的表现。那如果就是，除非这个是我超想看的。对。哦，还有一个我一定会看，还有一个我一定会看，吴奇会做的影片。所以没有自己就不看了吗？没有，吴奇会做的影片我一定看。唱到你们二期生怕还会想哭吗？说真的还是有一点。期待社团课企划主做什么事？我本来吗？本来是舞蹈啊。我会看 TP 是因为有主厨，哎，可以 ，Uno 可以，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大家可以多看齐慧做的影片，他做的影片真的很棒。还以为是话剧社演技的部分，哦，好想要哦。间接说阿丽做的影片，阿丽有做影片吗？阿丽不就是日常生活的片段吗？还有腹肌的影片你会看吧？你是说面面新的那张照片吗？有人发现面面新的那张照片有腹肌这件事情吗？你们看到他那个小丑女最后一张，我那时候想说宝贝，然后就哦放大这样子。阿丽刷脸的，阿丽就是小清新文青风，她就是做那个、啊、日常生活分享。对，我想说阿丽有做影片。对对，就这样。我想看还有什么影片会看。说真的，我自己平常看影片反正就不太看影片。他不是一直都有腹肌吗？那他都不露出来啊。上次露一个小肩膀他就说不行，我极限了。你自己讲的我没讲哦。什么东西没有你这么迷你的都放大来看的？什么东西没有我迷你是什么？幸好没有你，不然会跳过舞蹈。希望的穿脱，像
谁不放手，没话想出衷。你如果握住了梦，我会来迎接你走。忽然间有丽姐姐的和音卡，我会不会唱哎、欸？就是要够瘦，所以有腹肌 rock 啊，就有腹肌 rock 啊。什么是腹肌 rock？ 我绝对不是因为祖祖漂亮才看祖祖的，一定是因为祖祖很聪明、很有脑袋、很有内涵的一个人，对不对 ？Hello， Soba 小薰 ，Hello 小薰，阿丽跟年轻时的小薰，这很像哎、欸，真的是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宝啊啊啊！我不能叫小宝贝，姐真的很漂亮，对啊，我们叫阿姨真的超可爱的，我都看内心的，没有在看腹肌这种肤浅的东西。不好意思，我就是个肤浅女人，对不起，我就肤浅，我真的好喜欢看腹肌哦，怎么办？我真的是你不漂亮我才看的，对啊，因为我唱歌很好听啊。在哈永家演婶婶，大概是原住民都长差不多。哇，你这句话会被骂哦！你这句话一句话惹怒原住民的这个，你就肤浅，我就很肤浅啊！我又虚荣又肤浅，嗯，就是喜欢这种虚拟。什么是腹肌 rock 啦 ？Uno， 腹肌 rock 是什么？哎、欸，不行啦，我今天头很焗，哎，不行，把它遮住。因为泰雅族都出票，学一学，大家学一学，看看邱日红多会说话啊！我按了什么？哦，魔法，什么东西魔法？这是什么？天堂 W 是什么？哦，我还以为是哈利波特。不好说，当我还没看 AKB 还不认识 AKB 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每个人都长一样啊，所以这叫做就你看到那个公式照的时候，说哎，有一个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拍这么多张，38张这样。阿丽好像也跟小薰是同乡，应该长得蛮像，真的蛮像，说真的。今天额头好亮，好漂亮的说。我绝对不会是因为祖祖的外表看得很漂亮，看得出来你是美丽的女生，是泰雅族都出漂亮的女生。对，我是因为额头喜欢原子族。Hello， 皇帝。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女生啊！我的眼里只有你一个人。油哦油哦，很油哦，很油还是很油呢？单身前头，累几的问号，累几哥来了，好想大家，我好想 Sakura 的 Everyone， 我好难过。好想去。主播今天好漂亮，谢谢翔宝宝，快渴死了。你有没有？你是吃中药还是西药？你知道吗？我听说，就是好像几岁以上跟慢性病的人，还是什么心脏可能怎么样，就可以吃那个抗病毒药。听说那个好像还蛮快就好的。大家如果有这个状况的话，记得要去申请。好像申请还是会付，就是要去看医生这样，就线上问诊还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开这个药。好像是这样，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是听说的，只能拿一次啊。我是抖音里面一楼的弟弟，你好。第二次啊，真的假的？那我是超会拍短影片的晨晨的宝贝，这样你要付2万，2万。腹肌 rock 是富士山的音乐季，然后徐若瑄有代言一个叫医美，
叫腹肌 Rock。谢谢乌脑。对啊，医生跟我说的。啊。可是那个听，但我听说那个药真的是很好。啊？为什么只有一个一次健保是不是？这点我善于的微笑，没有你的轨道，就让记忆中的你慢慢老，老去了谁也得不到。这点我累积的问号，单身潜逃，哦，单身潜逃。哪天我没出现，应该是哎。不要这样讲，飘飘，更好活着哦！谢谢玉珍的掌声，鼓励鼓励。请问原子组，你认识 TikTok 里面的一楼吗？我只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家晨晨在 TikTok 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现在可以到 Instagram 上面搜寻晨晨。我很对不起一楼的弟弟，但是我要帮我们家晨晨宣传一下，我很抱歉，我只知道祖祖住五楼。嗯，没错哦。哎，可以讲吗？不对哦。就是他，那么多小蝴蝶，就是他，好可爱哦。我家小秋最正。我以前看 TikTok 都看谁啊？我好像 TikTok 都看搞笑影片，而且我好像我有谁？我有追踪谁啊？我有点忘记，我已经好久没有刷 TikTok。怎么办？我年纪大了，没关系，勉强吧。啊，勉强吧。谢谢一楼弟弟。原来是五楼的部分嘛。嗯，五楼。我是从一楼到二十楼这样。搞笑影片搜寻组就找到啦。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伫立而已。好的，我觉得丽姐姐真好漂亮。我想去法国玩哦，打从心底的笑。祖祖什么？祖祖应该只认识蔡依柔，蔡依柔认识。Hello， 叔叔，聊天是随便放随便有，随便放随便有什么？祖祖就很可爱呀，我也是都看搞笑影片，但我发现我现在正在看赌头 ，YT 就有一堆你的搞笑影片，一定是你们剪的、啊。我喜欢竹的每个地方，除非竹没有的。什么是除非竹没有的？原子竹有搞笑图片，随便放随便用。没有，就是你们都乱截。多好笑，好适合万圣节。生来呀，今天太早起床了，好想睡觉。我喜欢竹头发美颜手手背腰屁屁腿脚以上。今天到十二点吗？应该不会吧，应该是十二点 maybe 十五或二十左右，就是看竹妈什么时候回到家。好，关播。我不关播，我关机。我关机咯。自从车祸休了两个月，今天复工了，辛苦了。哎，但我真的，我是认真想要问大家，就是昨天的那个约儿，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撇除不完整这个部分，好，它就是不完整。好，反正不撇除不完整，
反正就是怎么样，就是大家是因为我，所以才说好看，还是真的大家觉得还不错。期待完整版的嘛，完整版的有点难。我还以为竹妈回来了，没有全身照哦。对，只有那张是全身照。什么？昨天是约儿？对啊，昨天是约儿啊。你跟前辈一样的等级，我才给过。因为你所以好看。因为什么？哎，有一个什么歌？什么？因为你这样。Hello， 小兰，小兰花，苍兰诀。因为你我快要疯了，自女人的香气。我没有看过动画，因为是你好看耶、yeah, 昨天那张真的蛮好看的。那我再来看一次我自己心底的名字。嗯，大家都休息。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为什么无法显示这则现实动态？为什么？哦、IG 是不是故障？大家有故障吗？我从昨天到现在都还没用哎、欸。可以看了，可以看了。Y2K 全包眼线 ，AKA 刀疤妆。Yeah， 噔噔噔噔。看看它平均是多少。可能是因为你那张照片让 IG 故障。他们说昨天不是说什么有多少个人说什么 IG 故障吗？好可爱哦、喔，他们好可爱哦、喔。我的 IG 也故障了，出现全部都是猪猪，真假的？好棒哦！对啊，因为你发了那张照片，让 IG 兴奋乱变人啊，是这样子的吗？故障加掉粉。嗯，我也是，我那时候昨天看到我吓到哎、欸，往后退超多的，嗯，我都要哭了。回来了，粉丝回来了，吓到我哎、欸！掉粉有新理由了，对，回来了，回来了，哇！我昨天想说，我粉丝人数怎么了？然后主妈才跟我说，哎，你知道吗 ？IG 故障，才不是因为我嘞，脑袋故障吗 ？IG 不故障就。很难用了，哈！昨天有掉粉诶、欸，对啊，你 IG 挂了不是好了？没有 ，OK， 叫好便当了，你们吃什么？我觉得雨露的僵尸比较可爱。哎、欸，真的吗？我还没看，哎、欸，我还没有扮过僵尸哎、欸，我是说脸上的粉。可恶，我可以假装我故障吗？为什么要假装你故障？你看我的毛毛出，我的这个毛毛外套，新的啊。面包我拍的照片我还没那个哎、欸，我还没上传哎、欸，找几天来上传。上个礼拜的照片到现在还没上传，你都是黑粉比较多，掉粉还好。问号，
我根本没有追踪你，所以没事。嗯，对不起你们这些人。你刚睡醒的时候也蛮像僵尸，脑袋吗？无法思考。我刚看到一个什么5月5号是什么什么泰雅族怎样？泰雅族为捍卫自己的土地和猎场，在这天与日军爆发激烈的枕头山战役。真的吗？他画的猫咪好可爱。什么东西有10000个追踪，我都不敢退追 IG， 怕祖祖伤心，因为我有10000个账号追踪了祖祖。那你不要退追啊，好难过，这样才可以退追原子组。浪如果故障会不会掉粉就不好说。什么意思？看过音乐银行这首的舞台，哪一首？你说理想混蛋吗？哪有像你长得这么白的？啊，为什么跳到这么上面 ？Hello， 宇哥，我都不敢哦。对，让人们鼓掌，不掉。哎，哦，可恶，我可以假装我故障吗？不行。万能背带不错。哎，那个背带真的超酷的。为什么韩国的 music bank 吗？对啊， music bank 我好喜欢哦， music bank 超好看。Hello 宇哥， Hello 大师。如果我剪短发怎么样？这样，哎，行。好呆哦，我这样好呆哦，不要。所以 IG 故障啊，但我 IG 还是被祖祖 ban。我都看 Mnet， 哎，笑你不敢，不好看。虽然长发也没有好看，好好。我这样看起来像不像那个明初学生？有时间就找朋友，有时间就找自己。生活就要华丽高调，生活就要简约低调。右边好入睡，左边更好眠。现在到屈臣氏几点就送迪士尼公主与反派系列商品。迪士尼系列，你不说背带没有人发现，欸，真的假的？笑你不敢，不好看。什么东西不好看？怎么看怎么美，这样对吗？对，这才是正确答案哦。像笨蛋 M Countdown， 不知道，我只知道 Music Bank 跟 Mnet， 然后还有什么不知道了。还有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你们要跟我说，你像丘比特。谢谢大师，谢谢中影的守护灵。你也是逃避。啊！我一直打哈欠，我只知道 Julie Music， 因为都要关静音。怎么办？我今天一直漏我的鼻孔，欸，不能给你们看我的鼻孔。我一直打哈欠就会漏到我鼻孔。怎么办？我今天超想睡觉的。怎么办？不要看我鼻孔啊！ SBS 人气歌谣，对对对对对， SBS 人气歌谣我也喜欢。不行，我真的我要，你知道那个有一个那个以前他们好像韩国一个都要遮嘴巴，我也要遮嘴巴。是丘比特，我看到丘比特。来啊，我有点像鼻孔。什么东西？你有点像鼻孔？你的鼻孔不是是想要鼻孔吗？哦，我昨天晚上踢被子，数鼻毛。哦，不行，我听这样慢歌，我真的会睡着。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踢被子，然后早上起来呢，我就随便拉了一条棉被盖，然后因为我床铺上面有三条棉被，一条最薄，一条中间，一条最厚的。然后我昨天盖了最薄的两床，然后那个最后那一床呢，就是盖肚子这样子。就是结果后来我发现，哎，早上起来就太热，然后就踢被子，踢被子完以后呢，我就盖了最厚的那一条被子。
就盖到一半后，就忽然间觉得，因为最后那个被子呢，它有点轻，就那个风有点灌进来，我就觉得有点冷，我就把最后的那个被子拿掉，就盖了中间的那一条被子，就忽然间有点太冷，然后我又盖了小条的棉被，昨天跟那个棉被战争呢，还鼻毛都看了，鼻孔算什么？没有鼻毛，没有。然后我跟大家讲，知道昨天办约尔的时候，如果粉丝看到我们鼻孔照，应该都被吓跑。坏蛋，你知道我昨天，你知道我昨天办约尔的时候，忽然间有一种不适感，就不适感，就是有一种害羞感。鼻孔不是第一次看，我忽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就我办，对我就是这样，对。本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全部都忘记，然后我整个就是我。最好你没鼻孔啦，你没鼻毛就该生病了。哦，鼻毛，因为偶像都没有啊。曾经多少个前任拉扯不睡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眼睛呀。几人份的账单到三两句完，人和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中。我们来听一下韩团歌好了，比较激昂一点。哎，我这好可爱哦！好，没有了。谢谢过儿的红玫瑰，亲手收照，可以照招粉吗？可以吗？你觉得那个蛋好看是不是？我想煮煮。为什么圆煮煮的眼镜大大的？再一次。啊，双下巴忽然间出来一下。怎么办？我一直在打哈欠流眼泪，我在打哈欠睡觉，怎么办？大家，我等一下还要开车载猪嘛，去看医生。不行，我可以。噔噔噔噔，大大的眼镜。哎，对啦，这首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我好喜欢哦，你知道吗？然后我前几天忽然之间很想唱，然后我就忽然之间忘记他的歌名叫什么，我还特别去查，哎，查歌词。我们来听女生版本看看，我还没有听过女生版本呢。看一下还有什么是女生的版本。我们来听蔡佩萱版本。我要休息了，你要好好好，你怎么可以睡觉这个时间？啊，你去睡，你快去睡，你给我赶快去睡，我现在限你三秒钟，给我把你的眼睛给我闭上。好了，你赶快去休息吧，记得吃药哦。谢谢乔一的闪光星星。原主刚刚是准备要打喷嚏吗？没有，打哈欠。那你快去吧，我也差不多快到极限了。不行，我还不要，我还要继续聊，因为我要聊到祖妈回来。那这样是怪照大全，唯一正常的。你说鸭舌声吗 ？Hello， 季风亮。好，那我睡哦。我火车票48000了。哎，为什么我卡住？哎，完全就是。很努力的，但他都没有一直在往没有上升的感觉。但是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你用什么？你是每几个小时去玩一次是不是？
在我的掌握之中吗？我每半个小时就玩一次，哎，给你一个大拇指，拜拜，氪金吧。什么会让你难过？我没有诅咒你，我是叫你赶快睡觉，宝宝睡，宝宝睡，没有氪了啦。对，他应该是我在猜他应该不会氪了啦。火车票票是不能氪了。啊，火车票票不能氪吗？啊，你们这样讲火车票票，还有我想去明日号。谢谢月月的闪光星星。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换一个人。为什么我没有一种很实锤的感觉的声音？嘣嘣，原子猪，你要爱上我吗？实锤是什么意思？就是声音很扎实的那种声音，我很喜欢听很扎实的声音。祖祖不要熬夜哦，熬夜对皮肤不好。是，好的。谢谢月月的闪光星星，我有一张示意图。什么示意图？对，是收咖啡跟帮朋友赚来的。我都没有。原住民不要讨厌我，为什么？为什么？对啦，我就是好，对我就是哎呦，嗷，嗷。主真的身体很垂实垂嘛？没有，我现在很没有肌肉，我现在已经不实垂了。无爱汝之情，绝非三言两语。Thank you。什么汝？无对汝倾慕已久，愿聘什么？哎，那个三生三世那个叫什么？不是三生三世，那个东西叫什么？知否知否，愿聘汝为妇。然后什么什么，愿聘汝为妇。那个他叫什么？知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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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求婚片段。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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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没有人回答。噔噔噔噔噔。这个，找到了。他说什么？他说：“吾倾慕汝已久，是吗？吾倾慕汝已久，愿聘汝为妇，托付终馈，托付终馈，托付终馈，掩饰绵延，终老一生。”满门祖宗请听，未敢自专。不断香烟，好可爱哦。葱爆牛肉饭、蚝油牛肉饭以及酥炸鱼排饭，什么东西啦？小兰，连与妻诀别书都快要出来，什么东西与妻诀别书？我没有，你那个叫欠锤，真是逼我回话、欸。你不是在睡觉？你赶快睡觉，你不要跟我这边偷听，耳朵关起来。对，什么东西？原资助哦，不是原资助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讲得我肚子都饿了。哎，现在可以爱上我吗？我可以嫁给你，你应该会愿意。
你还是讲中文吧，我讲中文啊，塔丘啊，哦，塔丘吗？塔丘是不是？汝吾倾慕汝已久，愿聘汝为妇。愿聘汝为妇，然后呢？愿聘汝为妇，愿聘汝为妇。啊，托付终愧。然后呢？托付终愧，绵延什么什么绵延什么？眼似绵延啊，眼似绵延。OK， 好，求翻译。汝倾慕啊，吾倾慕汝已久，我倾慕你很久了。愿聘汝为妇，愿意娶你当太太。愿聘汝为妇，我愿聘汝为，我要把你娶为娶成，就我愿意，我你当我老婆好不好？哎，不对，是我想要娶你当我的老婆。对啦，叫愿聘汝为妇，托付终愧。托付终愧应该是就是把家，就是把全家托，就我全家身家托付给你。托付终愧，眼似绵延，就是生小孩，终老一生，就是白头偕老嘛。当我没说，把全家托光吧。你好烦哦。拜拜是吗？桃花哥，桃花哥的中文造诣比较好，你们可能要问他比较准，是吗？我有讲对吗？吾倾慕汝已久，愿聘汝为妇，托付终愧，托付终愧，然后呢？托付终愧，托付终愧，眼似绵延，终老一生。好，我答应。不要啊，我不想要，我只是在念台词。念个台词，完全错了啊！完全错了吗？你们可以吗？什么中文造诣？我只懂你的心意啊，在这边。陈家族，收手吧，阿朱。好，对不起，我不讲话了。所以你刚刚说要娶我吗？好啊，老公。大家台词都讲得不错，哎，对啊，就是这个是原子族舞台剧这样子。对，我们都只是里面的一个角色而已。在你身边是谁？我没有约儿了。嘿、hey! 你的人生也是舞台剧啊，真的吗？我喜欢你很久，希望娶人当妻子。哦，娶你当妻子吧，你人生也是舞台，你只好打给林廷丽看了。嘿、hey, 看来我们都是最新舞台剧，搭错车。请问原子族有哪一些女生会让你心动？林廷丽、高彦成、小三美玲、张雨玲、桐木、丽姬、所有 AKB、所有10的。所有在我身边的，我的妈妈，我的高中同学，我的国中同学，我的大学同学，我的工作上认识的朋友们，祖祖有没有忘不了的粉丝？每一个在我心中，通通都努力记得。你们每个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啊 ，A 星。到底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哈，你记得我？记得啊！你们只要常出现，我就记得啊！祖祖都后宫宝贝不是吗？翻牌子，翻牌子了！开玩笑的啦。蜘蛛见话记什么记？一束鲜花，新娘子出门来，看过脸会比较有印象深刻吗？
名字跟脸如果有对上的话，只为了那不确定的未来，今生的一句喜欢，想要疗愈我就投降。原来是玩笑话呀，什么东西玩笑话？大家真的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啊。爱过吗？悄悄对妈妈说话，不想远离只为了与你拥抱一场幻想。哎，我想认真问你们，我之前问过竹妈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所有年轻人都会就是瞒着爸爸妈妈要谈恋爱这件事情？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有没有这样子的过往这样子？只要你在，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着我的未来，下辈子再爱。早安，我没有戴口罩了。我什么东西？我就不信我脱口罩你认出来。我从饭上组就开始需要戴口罩了。我认不出，我真的认不出来。要是这首歌后面很多的台很多次都有听过，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歌每次我只要唱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很多的，你知道电视剧就有没有看那个我们家白鹿演的哦，一生一世哦，哭死宝宝。我说不说是因为一开始问东问西的啊，还算你诚实，你母胎单身容易被骗。爱与不爱又何妨，从前说无惧山海，用九百九十九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欠我的未来，下辈子再爱。没后悔爱过你，就算没在一起，没说出我愿意，没关系，没给我个家，我不怪你。从前对妈妈说话，为难与你拥抱一场幻想。哦，对对对，不可以乱动。小阿七的歌你还听没有？但我最近有在听那个决定。九百九十九张车票环游你的未来，只要你在，你把我归还人海，哭着说着我的未来。这个。大家听过这首歌吗？那一瞬间，我们的恋情我妈还没知道。我下子不下下子是什么？我下辈子不想爱你了，好难过。竹竹为什么牡丹没有男生告白吗？哎，我们是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吗？这个不如以后再来讨论，你觉得怎么样？谢谢志玲哥的缘分相遇，我不是不想说，是我不能说，我不能说，现在不能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啊。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一个甚高什么什么？对不起，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因为什么？因为偶像爱着众生。哎，花二十张听你讲，真假啦？对耶，不如我带我妈来握手会，直接见家长了，是不是这么恐怖？我只想这辈子把握这辈子喜欢，但我觉得很开心啊，我们这辈子可以相遇都是好事，对吧？我们就珍惜每一个瞬间，对不对？猪猪偶像重生，没错，重重生什么意思？来不及，哎，怎么没有听到最近的绝爱？不管一距离，让时间都暂停。
因为你确定你是心中唯一，说再见来不及，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祖祖握手会被求婚耶，哇你好烦，追风十二点咯，时间 TikTok 的过去咯。谢谢一凡的一封信，谢谢他啊，塔瓦哥你才月半嘞，啊众啊 OK 偶像众生，求婚只需要七秒，为什么？因为我是鱼吗？七秒以后就忘记了是不是？这是一把锋利剑，刺向了我绝爱，模糊光影距离，连时间都暂停，全都只因为你，确定你是心中唯一，是再见来不及。全是感情，谢谢秋日红，你就是有等我。绝爱，目光与距离，全世界不及。哦，不对，连时间都暂停，全都只是因为你决定，你心中唯一，说再见来不及。惋惜来不及，完蛋！保健食品是不是吃到别的药？哎，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绝爱，模糊光影距离，这首歌真的很高。说再见来不及，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你刚刚那杯是酒吗？哎，那个什么几杯几杯零，那首歌是什么？一杯一杯喝哦，一杯一杯喝，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喝。浪子回头。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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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啊，这是混一个一个一个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哦，声音好好听哦。体谅我，我只能好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好听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声音很好听哦。你现在什么东西不准回头？你刻了书跑，竹马赶快回来，茄子蛋，对对对对，浪子回头。哦，你才叫我不准回头，因为我是浪子，是不是？我就变浪子。竹马现在没有，要没有。我刻了书跑吗？没有，我没有刻书跑。下一首我要听，听我说谢谢你，可以吗？不行，因为我等下关了。哎，会痛哎，哎，不能玩哎，会痛哎。哦，不可以，不可以。你是不会反省的，所以就不用回头。
谢谢，好难得哦。什么东西？祖祖喜欢咖喱吗？喜欢，大不了撕裂伤而已。积极乐观，感恩祈福。哎，这真的，祖祖今天准备准时开播吗？今天祖祖准时开播，是的。还一吗？12点半关吗？可能12点半吧，就看看祖妈什么时候回来。我很想咖喱咖喱给婚，咖喱给婚是什么？先说 MV 版后面有脏话哦，真假？那我们小声一点。这种需要演戏的 MV 真的是很棒哎。好可爱哦！哦，这个还好啊，这个脏话很没有很凶啦。猪有想过自己适合什么戏路或演什么吗？你知道猪妈说什么吗？你知道猪妈说什么？猪妈说她觉得她想要我尝试啊，不要乱讲话好了。反正呢，不要，反正我是希望我可以就是对啦，就是我想要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演一些很有意义的电影，就会觉得。对，就是很想演一些很有意义的电影。对，欲言又止。对，我不要讲，因为我不想要。谢谢志玲哥的小辣椒。可是没有，之前好了，反正就是啊，我不想讲出来，我不要。织女莫若女，我先说起来放。当我婆照顾我很有意义，没有，我跟你讲，就是啊，要说反正就是他竹妈的意思说，他觉得我很适合演那种讲非中文的片，这样大家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反正就是非中文的片，然后呢他就举例了一个叫蓝色什么东西的这样，然后我就说妈咪，然后呢他就说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不是韩国电影啦，不是，对啦，没错，秋肉，对。然后呢，我就说哈，我不想要这种，我不想要这种。然后那个竹妈就说，她说你演的电影票房已经破亿啊，哇，是很有意义耶，哇，这真的蛮有意义的，嘟嘟，谢谢你。然后反正我就说哈这样，然后结果后来竹妈就说她不是这个意思，她的意思就是说演那种。就是你知道吗？像那个茶经那种，就是他是讲就是非中文的语言讲到，但是当时那个可能那个环境下他们就是讲这个语言的那种片这样子，你懂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有懂我在说什么吗？然后后来听完以后就觉得好，我可以接受这样子。哎、欸，怎么可以？竹妈说我要演狗血剧，真的太过分了。然后小吃店的非中文，竹竹请说人话。
例如赛德克巴莱的啊，对对对对对，例如赛德克巴莱这种，哎，赛德克巴莱真的是我觉得是拍非常好的一部电影，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真的超级爱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真的是拍的是神作，神作，真的帅爆了，真的帅爆了。哎，树宝宝，不可能吧？竹妈觉得你中文不好是不是？没有，竹妈说她觉得我适合这样。好，就各位，我问一下竹妈是不是要回来？如果她要回来，我可能差不多要关播。杨青要回来了吗？还是在路上？如果没回，应该就是在路上。那谢谢艺文的守护许愿瓶。台湾神作是魔法阿嬷，哎，没有，我跟你讲，讲到魔法，大家有看过魔法保姆吗？真的，哇，魔法保姆超棒，很好看，它还有第二集哦，你们知道吗？北斗爆菊拳是什么？北斗爆菊拳。谢谢谢谢 WC 帮我分享直播间。台湾神作是魔法恰恰哦，恰啊、哦、恰恰哦，厉害厉害厉害，可以可以可以。但是真正说真的，如果要拍那种片，我的台语就要练习，我真的要练练很好，练很好的台语。哇。Hello， 问号问号问号，爆竹拳。Hello SC， 下巴是痘痘吗？对，超痛的。好，我可能真的差不多要关掉了，我要在竹妈来回来之前通准备好。大家，我先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我有点担心，我觉得竹妈好像要回来。大家拜拜，我要带竹妈去看医生喽，拜拜。你就张口，然后找人录台语啊？对啊。可以，我会，我身边有很多会台语的人。明天会准时吗？应该会吧。出门小心，脖子包起来。好，没有，我还好，我就是在车上而已，就是带载竹妈去，因为好像有点远。拜拜。什么？自就自由哪路哪里？自由哪里？自由哪路还是什么？念吧，不会念，糟糕了，日文乱七八糟的。第十五名北极熊拍手，第十四名 Alex 拍手，第十三名月月拍手，第十二名恰一拍手，第十一名兔拍手，以上第十名吼吼，第九名大师，第八名潘朵拉。第七名自伟哥，第六名一凡，第五名过儿，第四名钟颖，谢谢宝贝们，以上拍手。第三名机密周周，第二名志玲个儿拍手，第一名嘎嘎 B， 谢谢嘎嘎小宝贝。100分，明天还要跟我赌吗？明天不赌，明天不赌，明天。明天意外蛮多，对对对，这个 schedule 的那个状态不是很稳定，所以就先不跟大家读了。好的哟，我今天就先关掉啦，爱大家，拜拜。一进来就看到主播耍笨，金阶大叔好久不见，但是我要关掉了，拜拜。那我赌你吃，你们好烦哦，拜拜 ，love you guys， 拜。